上大学的时候吧，觉得咱们是北清的哈，未来简直是光明无限呀、啊！我，陆祥仁，你郭大太，小英更不用说了。结果呢？就把相信的人忘了吧，自己的日子并不会复杂，那个才是我和自己对话，平淡是温柔的可怕，冷漠是争吵后的代价，毕竟叫不醒装睡的人啊，生活是课本却忘了本能，麻木却想自由的我们，它只是经过的世界，我曾以为这是个终点，无声的语言揉碎我的伤口，愈合幻想幻灭，我需要留给我一点时间，然后就奔向新的世界，前那个他好好告别，一切交给时间。一个女人到底有多强才算强？一个女人到底有多强才可以把老婆、妻子、母亲、上司、下属这些身份演好啊？我的人生中好像没有哪一刻是为我自己活的。经过我的世界，我曾以为这是个终点，无声的语言揉碎我的伤口，愈合幻想幻灭，我需要留给我一点时间，然后就奔向新的世界，回头的瞬间和从前那个他好好告别，一切交给时间。我的生活不应该是从一个男人换到另一个男人，我想试一试写属于自己的故事。